今日我哋又嚟到一个海滩嘅地方啦。上次我哋去屯門，系香港嘅西边啦。今日我哋嚟到西贡，就系香港嘅东边啦。吓，点解西贡系香港东边啊？唔系西边嘅咩？西贡呢啲你要问阿林郑月娥先知喎。嘅西面系咯，林郑月娥答你。系我嚟做咩啫？系啦，我哋今日嚟做咩咧？咁首先咧，我哋介绍下我哋今日嘅嘉宾教练，就系蓝天体育会嘅 Boson。喂 ，Boson， 嗱，呢啲西贡老友嚟嘅，我哋今日做咩咧？我哋今日嚟到呢度，梗系爬直立板啦，见到我。爬直立板，我见到佢个煲哥啊！咦，咁都俾你发现嘅，成个西贡你睇噶嘛，听埋系煲哥直立板真系好好玩。咁我哋直立板有啲咩需要注意呢？今日我哋嚟玩直立板咧，我哋会有一支掌啦，有一块直立板啦，有一条脚绳啦，咁同埋最紧要咧系要有胆识同埋平衡。哦，呢样嘢胆识方面我冇啊，我有，你哋有冇？我有，都有，我识胆我就有，唔紧要，一阵上堂我会俾你哋，等你哋劲啲好唔好？好，我俾啲试下嚟睇，事不宜迟啦，我哋开始。因为我哋呢个系我哋一阵会落水做嘅动作啦，而家我哋会做第一个动作，趴喺度嘅，望住大家走埋啲过嚟睇啦，板头、板尾、板尾后面会有条脚绳，同埋有个绳位俾你嘅。OK 呢一度，咁一阵呢条脚绳黐喺边度？肯定系下条板喎、啊。脚定手？手啊，举手。脚，你都叫佢做脚绳啊？你仲问？有几个都话手，我坚持。唔会逼到咁啊！要脚绳但系绑手。记住呢条脚绳咧系要咁样黐嘅。OK。你黐完之后咧，你向前行系 OK 嘅。第一个动作趴喺度，首先将啲掌咧摆喺呢一个 handle hold 嘅前边呢一度啦，唔好咁样摆，咁样咧就会有机会会断，一嘢插落心口死人嘅呢个会，一定要将个 boot 架望住佢，长期都见到佢嘅。跟住之后咧，用个心口压住你支掌，睇咪向上啊，斜斜地咁 OK 啦。跟住之后我哋冇掌啊嘛，即系支掌摆喺度啊嘛，我哋用手将手系你支掌啦。合实晒你啲手指，由前边挖向后边，呢、这个叫做前掌啦。记住呢个前掌。咁顾名思义，我做呢个动作，我块板会点啊？向前。Yes。咁如果我做呢一个动作咧？向后。向后。咁如果我做呢一个动作咧？转。转到边边而家？转到右边。转到边度？左边。左边。左手前，右手后，系会转去右边嘅。系咩？系，因为你单拨左手，你会转边边啊？唔系咯，跟住我而家加快啫嘛，帮佢 ，OK， 好，相反一样啦，呢、这个动作就会转到左边，有冇问题呢？一个？冇问题，冇问题，一阵间落去试就得噶啦。好，跟住第二个动作，掌上压，起身，一只脚摆喺中间嘅 handle hold 度，另一只脚再摆埋 ，OK， 跪晒呢个中间呢、这个中心点度，千祈唔好咁样。如果我跪前边，你嗰个队会点咧？咩事？我哋啲咁大重量，留意到前面咧，我哋板头咧永远都有升降位，我哋破浪，同埋以防你一中前嗰阵时咧，佢唔会即刻插翻落。好，跪得太后咧，如果成日块板会升高，跟住你会点啊？向后啲 ，OK。如果万一真系有旧石咧，就好危险啦。好。记住跪翻喺呢一个中心点，跟住之后跪好之后咧，我哋就到另一样嘢就系揸掌啦。跪喺度嘅揸法就系咁样，望住我呢一边，亦都系啦，掌叶 boot 加向上边嘅，向天九十度角约 ，OK。留意住掌叶去到呢一度咧，你俾一揽手位去得噶啦，一揽手位见唔见到？知唔知点解要一揽手位呢度？点解我唔揸到最尽？俾啲位入水。系啦，要入水啦，俾啲空间保你。插咗落水嗰阵时候，我嘅手咪。成日手下面咯，所以你一定要揸高少少呢一度，一攬至一攬多啲啦 ，OK？ 視乎大家炒得深唔深而定啦 ，OK？ 跟住之後都係啦，排右邊，右手下面，手上面。咁你左手揸嗰陣時候都係盡量將個虎口對住個 T 巴 ，OK？ 虎口對住 T 巴，跟住之後攞向前啦，都係啦，右手喺下面啦，左手喺上面。記住啲掌唔好咁樣擺，一定係放曬出去。
上手推，下手伸直嘅。咁你會一啱落到水嗰陣時候，你會 feel 到係咩呢？你真係會用個上身開始壓落去啦，用你背脊嘅大肌肉啦，落實你條腰啦，鎖實你啲 core 啦，係咪先？千祈唔好咁樣，好似唔係日本人嚟嘅呢個係，千祈唔好咁樣，一定要挺直條腰啦。OK， 攞向前一，蛙到同自己抽起。二，記住。好大嘅重點，除咗呢個呢一樣嘢之外，最緊要係你一定要望住前面，好多都會好似下面有嘢執咁，千祈唔好望下面，望住前面咧，你自自然然咧就會有個方向。你望多兩下，哇哇哇哇，側側側側側側側，你就會成個碌咗落去。OK， 好，跟住我哋爬左，爬右邊嗰陣時候，右手下面爬左邊，掉手，哇，左手下面，右手上面。國際規矩，每邊爬三下，大概啦。都要視乎呢個風勢而定啦 ，OK？ 有冇問題？冇問題，當大家識嘅咯喎。跟住講到最後啦，企起身啦，一陣間跪完之後，最尾企起身啦，將啲掌打橫擺前面，一隻腳腳踭掂地，另一隻腳再掂埋，跟住之後揸實支掌向上望，好容易就企到起身噶啦。掌係浮㗎嘛？係浮啊 ，OK？ 重點一落水一爬嗰陣時候，踎低，攞油夾出嚟嘅 ，OK？推彈直呼氣，吸氣一推呼氣，整個 position 好靚，望前面，千祈唔好咁樣，唔知道做乜，千祈唔好。同埋男仔咧，多數有時會一上到去咧，係咁不停震嘅，放鬆下面呢一度，一定要放鬆。男仔會震，女仔唔震咧？唔知道，因為男仔硬淨，女仔比較柔。真係女仔油啲，好少會咁嘅情況。咁一間可能會上到有呢啲情況咧，絕招而家都講定，唔好耐先講啦。將啲掌棟喺度，搭地鐵咁樣捉住佢，唔好理佢企陣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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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企陣。真係當佢唔震啦，你先至喐。如果都係震嘅，慢慢試下，踎低起身，踎低起身，踎低起身。OK，OK， okay? okay. 有冇問題？好，冇問題。Let's go，go go go， 去。掉喺前面。掉啊！掉去前面，好爬过去执翻，你都系继续，系都系掉去，掉去前面，掉远少少嘅，系。我哋无而家咧海度跌咗落海，而家冇咗支掌啦，好过嚟，咪大枪自己先。翻过嚟，大枪两只脚摆翻上去，唔系有排爬。大枪趴翻前啲，你沉啦，快板，系啦。大枪 ，Bosir 仲有嘢要教喎，冇咁兴奋住先啦。你未揾够啊！唔好咁快上岸啦，出翻嚟啦！企嘢。直立板睇落好好玩，但系好需要核心肌肉群嘅力量去 support 你嘅人。你睇下佢哋，头都缩埋。佢掉落水喎！唔好望住下面，系，膊头咁望住前面，向上躺做男人最紧要系有腰力，呢位参赛者有几多少？你哋 feel 到啦？你应该系咧要，坐低啲，系啊，踎，唔系，等几分钟，跟住慢慢放住啲呼气，靠住啲。你依家咧要跪喺块板个中单个 handle hold 度啦。每邊約三下，我試下先。一、二、三，轉手望住前面。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見唔見到？好，全部個板頭指向個波度。係，直啲條腰，係啦，係挺直腰嘅。事實證明，大春同埋 Keith 都冇乜腰力，而剩翻低嘅參賽者阿 Ken 學習得好快。老 Sir 话，只要阿 Keith 识得转弯，都当佢赢。
輕鬆，但係你個參賽者喺嗰度。大秋啊！三個年青嘅陪跑員表示很輕鬆，咁再學難度高啲嘅嘢啦。搏完之後，搏亂反正咁樣。冇放棄啊，年青人！你後啲快板會再升高啲，再有型啲咯，就話係。哇哇哇！中！係啦，高啲嚇，係啊，向上跳嘅，係啦，高啲，好，好嘢，好掂。系啦，唔好下边啦，上边啦。好快啊，掌握得。啊，即系吉亲啊！哇，一落去就冧咗个声，系咁喷紧血咯。你上嚟先啊！上啊！拍拍咗啊！哇！哇！有 feel。咩噶？哇！真系爆晒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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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搵个地方坐低先。有好多血啊！哇！使唔使打格仔？唔会拍到啦。都话着对袜好啲嘅。穿鞋好不好啊？今集大春可以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啊。本身写了什么？本身在录屎上写了说要带包纸包踭鞋的嘛，谁不带啊？带什么鞋啊？包纸包踭鞋咯。包包脚趾啊，包踭啊。我没有嘛。没有，你可以买白饭鱼或者买狗波鞋都可以嘛。嗯，不要紧，去吧。系啊，提醫生，呢位手足好快打針啊！我頭先就係轉彎，食咗水，跟住又大風，傾一傾我就失足跌落，合嗰啲鋼條型玩嘅。阿春咧就頭先咧好白痴地喺度轉彎嘅時候咧，就跌咗落海，跟住只腳咧就戒親，跟住然之後而家就唔可以再落水啦！我成集聽完啦，我冇寫到。大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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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究竟阿大抽有幾大抽咧？系咪攰？系咪好攰啊？林豆，仲努力掌握緊啊！由於大春因傷退出嘅關係，製作組決定將盲抽挑戰呢一個項目提早進行。而呢一個盲抽挑戰，三位參賽者需要喺最後一集表演，而表演分數亦都佔咗總分嘅三分一。有三個公民袋。哇！等先，你望一望后面先。佢有个嗱，你可以选择打开阿 Ken 呢一个公民袋做佢嘅嘢，又或者拣一个属于你自己嘅嘢。我拣自己。你拣自己。系拣自己。我觉得阿 Ken 啲可能特别难度高。扑你个街！你见到啲咩？跳咩事啊？无啦啦跳咩 K-pop 啊？唔系减肥咩？系。K-pop 都減到肥啊 ！K-pop 喎、啊，點解我咁有信心？啱啱啊 ，Keep 咧抽到喺呢、這個。哇哇哇！點解佢抽到啲咩？我咁驚啊！呢、這個節目咧，最後需要挑戰嘅嘢，咁佢需要跳 K-pop。啊！佢需要跳舞睇啊嘛！睇下咩嚟嘅先？佢係時跳易跳啫嘛。咁咪跳少個時咯。OK， 喂，等先 ，K-pop 冇指定咩歌噶？得听，得听。睇下大春个咩嘅先，呢度写住春字喎。参赛者于本节目最后需跳社交舞，点解啊？佢同点解啊？咁样跳嗰啲啊？点解啊？恭喜你啊！真系恭喜你啊！跳社交舞唔系问题，但系唔准开大春咯、啊。有團體精神獎，你睇下我哋出嚟都係兩個出嚟。最後一個盲抽項目，阿 Ken 抽到嘅係空中瑜伽。
唉，屌！好啦，不唔紧要。当我知道咗大春同阿 Sporty 系跳社交舞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好幸运，好、okay. 幸运。Sporty， 你要同大春跳性交唔系社交舞啊？社交舞。我哋跳 cha-cha 算啦，够噶啦，而家。cha-cha 都好辣噶咯喎。唔系，要辣过，要贴过，要转。唔睇，我哋阵间拉过去啊。我想看看大春咧著到好似啊裝作 Gota 啲咁樣咧，可能啲小朋友唔知邊個，加埋你咩衫啊？ Oliver Newton John 啦，你係左揸住普茶。我簡單啦，空中瑜伽，空中瑜伽，你唔著都得啦，著條褲咪得咯，空中瑜伽。你對於英勇殉職嘅大春咧，個係咪都幾好啊？大秋 ，sorry， 阿大秋係咪都好好？大秋真係其實都幾好嘅，都提咗佢小心啲，佢都真係小心啲嘅，係啲石曳啫，唔關事啊，其實。係咯。佢做得唔錯嘅 ，OK 嘅。真係好。阿林道就本來其實唔得嘅，已經漂咗，唔知去咗越南嘅，但後屘都俾咗 mission 叫佢爬翻翻嚟啊！去到個波當你贏，佢係真係去到嗰個波咯。我哋俾啲掌聲佢都要。Yeah！見到車尾燈當我贏啊！有啊，講埋先，仲有阿 Ken 啦，阿 Ken 咁佢喺西貢住一定勁嘅啦，已經唔使講，所以 good good good， 我嘅冇掂曬。又係你，又係我，個個禮拜都係我好贏啊！你哋俾唔係對於咧每個禮拜嘅 challenge， 阿 Ken 贏係正常，係啊，大春贏係一個特別嘅例子，冇錯。下個禮拜我哋做咩啊？下個禮拜我都唔知做咩。咁最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個咩料啫？佢呢一個咧係盲抽嘅，你哋學嘅呢一個項目會喺最後嘅總評分裏邊佔一個好重要嘅 percentage 嘅。咁能唔能夠反敗為勝咧，就睇你哋自己啦。喺度社交，係啊，社交距離。社交，我哋叫社交距離舞啊，社交距離舞，唔該。社交距離舞，社交距離舞，好期待。下個禮拜。开始了，冇问题，练啦，打掂 ，OK，easy 啊，拜拜，拜拜。Yeah！ Bye！ 今个礼拜大春堕马，阿 Ken 又回归第一位，得到五分，而阿 Keith 得到三分喺第二位。而总分方面，阿 Ken 以31分再一次成为第一，阿 Keith 有29分喺第二，而大春都系21分。下一集，三位参赛者再一次上榜，结果出乎意料，我哋下个礼拜见啦。喂，吊吊，你又话除裤嘅？